朋友们好，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子游频道。这是一种热带水果，像不像鸡蛋？是奇异果吗？是猕猴桃吗？都不是，里面只有两颗或四颗黑色种子。这棵庞大的树冠上面结满了这种果子。它是工业路上某一工厂里的一棵树。从底部到顶端，果实累累。这样的果叫人心果，也有人说是人心果。
人心果树是一种热带常绿乔木，高15至20米，小枝茶褐色，具明显的叶痕，树干灰褐色，果皮薄，果味熟食青绿至褐色，成熟后灰色或锈褐色，单果重次时120克，果肉黄褐色，柔软，有实细胞，味甜中带微酸，种子扁圆，黑褐色至褐色，有光泽。人心果的营养价值，人心果营养丰富，富含丰富的氨基酸、葡萄糖、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物质等，有清新润肺之功效，种仁含油达 20%， 根、皮、叶均被药用，树干交织可做口香糖的胶料，是经济价值高的树种。人心果的可食率达 95% 以上，具有低糖、高蛋白和富含多种维生素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。